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用巴龙队来挑战我们的黑洛斯。等一下，消除新肤池，消除肤丝。好，选这个龙科九凤凰的。那我们带上火母跟梅菲瑟龙，把暗珠转掉。好，这边我们稍微绿一下珠子，因为毕竟我们的火母跟梅菲瑟龙的 CD 大师是没有练啊，所以比较长，大概一个是11回合跟12回合，所以没办法每一关都用刷的，还是要稍微洗一下。好，很好，哇，带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第二关还可以洗。OK， 这关你只要不要削到强化珠子，就不会造成伤害，所以我可以洗啊。不过注意一下血量就好了。好，这样。好，再来。那差不多了啊。这里的话 ，OK。好，我们把它带着好了。哦，还没。应该差不多了啦，好，带走，好，漂亮，再来，我花两个回合消好了，因为大师不太会转这种腐蚀，一次转完有点难，我都是分两次的。好，把新珠转掉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要带走吗？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慢慢消就好，注意血量就可以了。这个没什么难度。好，好，应该带走了吧？好，带走 ，nice。我刚讲了半天，又发现我麦克风没开，所以刚刚都没我的声音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带走，这边这样，
是想开巴龙啦。11回合12，这样好，开火母。好，然后这里3好，没有转多好。这里好，回过吗？好，过了过了。好啦，这队如果你没有想要快一点通关的话，传输技巧比我好就可以了。没有啦，主要那个 CD 也要洗一下 CD 啊，因为没有练嘛，因为这两只卡基本上出场几率蛮低的。好啦，这一队推荐给大家。那兄妹要换到频道，主要放图片，按个订阅，换到粉丝按赞，以中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